花甲香气由耗子阿翔组成，虽然在节目展现绝佳默契，但私底下因为个性一冷一热，互动其实并不热络。成军17年以来更是频频爆出不和传闻，而今年过年双方还幽默上演破冰戏码，阿翔主动上门拜年，只见照片中他抱着三个孩子站在门外敲门，开心写道：耗子阿北，我们来拜年了。结果耗子一开门脸色当场大变，照片曝光笑翻一票网友。事实上耗甲香气能够一路走过17年，也是因为了解彼此的个性，深知对方的地雷在哪里，私下不往来并非感情不好，而是两人很有默契，知道这是最适合他们的相处方式。即使没有私交，两人在工作上依然配合良好，还曾经立下承诺永不拆团。